心悸，然后还加上了和乐音乐。哎，靠！我今天没有化妆，然后也没有弄头发。我跟你讲，当妈妈之后就真的没有管这些了，而且我产后身材还有一点点微微的变形。看着不着急，一定永远都不会变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永远都不会变心的哦。上一张专辑《我和我的布拉姆斯》，我是在车上狂听疯狂听，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耐听的专辑。我非常期待这一次它的变形机，我顺便想看看我的假男友蔡明佑到底是为了哪个女生变形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玉良，我要祝福我的好友兼我的恩师蔡明佑，他发行他的最新专辑《变形记》。这张专辑真的跳跃很大，因为其实私底下呢，我也是。然后再加上我们之间呢，有一些小火花，这些火花发生在我们的合作歌曲的质量，很精彩。我觉得是一个大家没有看过的佑佑，这一次请大家让他尽情的撒野，尽情的做自己。而且我觉得这张唱片呢，是一个结合了戏剧的表演，他是有舞台剧，然后在音乐上面他自己又贡献了很多乐器的表现，再加上他的声线，我觉得在这张有非常多不同的变化，请大家一定要看看佑佑精彩的表现。变形记，谢谢。